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节目啊。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呢是身边这辆宋 PLUS，对，它是2020年比亚迪啊重磅推出的第二款车型，第一款车型就是热度非常高的汉。昨天啊，我把它的这个美图放在网上之后，就有网友问我，哎，说怎么送这么多车型啊？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对啊，其实确实有一些晕，那我可以给你讲一讲。那实际上宋呢，王朝已经有三款车型了，宋经典版、宋 Pro， 那还有这个呢，宋 Plus。实际上你可以把它们理解成为宋家王朝的三支军队啊。宋经典版它就相当于驻守边关的这个将领，那它呢实际上它的轴距呢是2660毫米，它的定价区间呢在7万到9万，然后之后呢是宋 Pro， 你可以把宋 Pro 理解为维护社会治安的那支军队，那实际上它的轴距呢是2712毫米，它的定价区间大概在9万到12万区间，那之后呢就是这个宋 Plus。宋 Plus 呢，它的轴距呢是2765毫米，那它的定位呢，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在12万到16万之间，它呢就相当于是在这个紫禁城周边的这个禁卫军。好啊，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讲清楚这三款车之间的区别。实际上，宋 Plus 它的定位呢叫超感官宽式 B 级 SUV。设计师在拿到这款车的作业的时候，做了大量的功课。那一个呢，就是他要把这个龙岩 Dragon Face 的设计理念呢，融入到这款车型当中。那目前来说 ，Dragon Face 已经是在3.0版本了。那另外呢，就是这款车它定位在 B 级车啊，它要打造一款能够符合都市年轻生活方式，并且呢带有这种优雅、动感、科技感啊，符合这个都市使用习惯的这么一款车型。说起来容易啊，但是做起来可不容易。那我们现在呢就来看一看设计师都做了哪些不一样的工作。好，我们首先从车头来看一下，哎，这个汽油版的宋 PLUS 它采用了这种大嘴的格栅，而且啊，你看到它是稍稍凹进去一些的造型，然后边上呢用这种镀铬的条，然后来提亮它，来装饰，非常的精神，啊，而且你可以看到整个格栅的这个造型，它的细节呢，它的设计灵感是来自于古代战士穿的那种铠甲，所以搭配起来啊非常精神。那相对来说呢，宋 PLUS 它的 EV 版呢，没有这个格栅，它采用的是从上到下非常圆润的一体式的这个过渡的设计。那种设计的好处呢，自然是降低风阻。而且无论是汽油版还是 EV 版，它们呢都不再使用这个 BYD 的标志，而是在车头呢运用了这种凸起的，而且很有设计感、很精致的宋家族的这个标志。好啊，我们继续往后来看一看。它的车灯全系呢都采用的是 LED 的车灯，这一点呢是因为雅迪现在呢有自己的灯厂，是真的自己的灯厂，它的子公司呢为它的这个全套车型生产 LED 灯，好处呢肯定是可以控制成本，而且呢便于设计师直接去跟他们来进行沟通。往下呢，这里这个元素在汉上面也非常明显，这个呢被设计师称为龙须，那实际上它是有它的流体力学功能的。好，看完了车头，我们再来看一看车的侧面。可以看到啊，整个这个宋 PLUS 它的侧面呢，实际上展现的是现在非常流行的轿跑式 SUV 的一个造型特点。那上面的曲线到正后边呢，会有一点点小小的溜背。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它拉长了车身侧面下部的这个比例，所以就让上面和下边看起来非常的协调一致，而且啊。为了让车显得这个大气，它运用的是20寸的轮圈。那相对来说，在 EV 版上呢，用的是19寸的轮圈。另外呢，虽然两个车就是燃油车和 EV 车型的轮圈呢，就是造型有一些不太一样。你可以看到燃油车的这个轮圈，它的造型会比较复杂一些。那 EV 车呢，就会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因为呢会更注重风阻系数。说到这里啊，有一个细节我必须要提。看到这条线了没有？贯穿式的腰线，这是我见过的唯一一款车用的非常严格意义上的贯穿式的腰线。什么意思呢？咱们可以从车头来看啊，这条线是从车前面中缝开始，一直延伸，沿着机器盖子延伸到车尾，并且呢在车尾上转了一个圈，
实际上它是贯穿整个车身的，环绕车身周围的。这个腰线你要知道在工程上面呢是非常非常难以实现的。最早我看到采用这种非常硬线的工艺，然后并且还拿出来跟大家就是来炫耀的呢，实际上是一些德系车，他们因为他们知道啊，冲压技术达到了一定的这个水准之后才能实现这种腰线，而且这种硬线在拐角的地方呢是更难实现的。那所以其实宋 PLUS 这款车它敢运用这种技术，可以说呢它在工程上已经是达到了相当的一个水平。你可以看到这些设计细节都非常非常熟悉了，无论是在这个宋 Pro 在汉上面，还有在这个唐上面，都采用的是这种带有龙爪式的贯穿式的尾灯，也是非常的精神，非常的漂亮。好，我们现在看完了它的外观，实际上已经带给我们很多的惊喜，不过内饰里边设计的惊喜更多。坐进车里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实际上昨天我跟设计师聊天啊，他们运用了四个非常主要的关键词：年轻、科技、轻量和自然。那怎么讲的呢？我们可以来看一看细节。首先是你坐在车里可以看到一个设计的相对来说比较扁但是非常宽的一个中控的面板，而且这个面板它的线条是从中控一直延伸到车门，进行了一个非常一致性非常好的一个展现。这种感觉呢就能够塑造出啊这个车它是一个很宽然后并且空间很大的一个感觉。在细节上呢，它的处理呢和它这个横向呢又不太一样。首先你可以看到这里的这个面板上的纹路呢，实际上它是纵向的，是竖条的啊。还有这个空调出风口，实际上之前看过汉的底粉们肯定知道，它在汉上面是采用横向设计的，但是在这里呢，为了保证这种设计的一致性，它采用了这种简单的四向的这个出口，然后并且呢是同样呢也是纵向的设计。为什么设计成这样呢？因为从视觉上来说，这是驾驶席它坐的位置，那你开车的时候车辆是动的，那所有纵向的线条呢都是为了增加它的运动的感受。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还是这种 T 型的这个整体线条，它实际上这回采用了多种材料多种元素的一个层叠式的悬浮设计。我们可以看一看啊，最顶上这一层是比较传统的这种硬塑的这个材质，但是呢它做成了仿皮的这种效果，而且上面呢有这种线，然后去提升它的这种细节的质感。那接着往下呢是这个黑色的这个面板，实际上黑色的面板和咱们看到的它这旋转式大屏以及中控，它是一个三连屏。开机的时候呢，这个上面会有开机画面，播放音乐的时候呢，它也会有这种音条的显示，它实际上是一个显示屏。再往下呢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金属质感的这种拉丝啊，再往下这个类似于阿克塔尔这种麂皮的一个造型，它的手感呢也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再到往下是它的这种皮质的座椅，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把多种不同的这种材质还有不同的形状非常好的呢融合在了一起，让车里看起来呢有非常年轻化非常科技感的这种感觉。好，我们再来看一看中控这个位置啊，它这个部分呢被称为叫 BYD Heart 智慧之心。那这上面呢可以说是车辆基本上主要常用的这些操控的键呢都在这里边。那另外呢要提的就是在汉上也运用了这种带有龙纹装饰的挡板，它的跟手的这种人机工学做得非常好，特别的贴合。哎，在这里有一个细节要提，你可以看到从这里有一条双纹线一直贯穿到后边。实际上你细心一点观察就可以发现，整个这个车的内饰呢是采用了完全对称的这种设计模式，因为他们觉得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边呢，大气的东西比较高档的东西呢还是会愿意采用对称的这种设计形式。说到这里呢，我们再来说说它的一些功能上的设置。这里呢是一个就是可以充电的这种无线充电板的储物空间。这个手套箱里边啊有很多玄机，设计的非常巧妙。首先它的这个盖呢是可以划开的，哎，看到这里边呢放着两个杯件，你可以放两瓶矿泉水在这里。哎，实际上这个里边的空间是非常非常深的，而且这个杯架呢是可以拆卸的，你可以看到它可以拿下来。那它可以放到下边这一档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把这种大的矿泉水瓶放在里边，并且呢它不露出来，你还可以去盖上它，很巧妙。并且啊，这个滑盖它也是可以拆卸的，所以其实很方便。另外我们都知道这个 BYD 的很多车型里都配有这种
无线的话筒你可以在车里卡拉 OK， 在这个里边它有一个小小的卡槽，可以把这个话筒直接插在里边，也是设计的非常的精细。那再往下说啊，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呢有一个悬浮式的空间，这个设计呢也是非常贴心的，特别是对于女孩子来说啊，比如说你可以把你的化妆品放在这个里边，随手可以触碰的位置，那这个位置空间也够大，你甚至可以把你的平底鞋，平时经常开车的时候要换的平底鞋放在里边，也都是非常非常实用的。现在我们回到正常坐姿啊，又来看一看这个驾驶这个位置有什么惊喜。哎，看到了没有，这是我见过的第一款啊用这种渐变色设计的方向盘。实际上这个工艺呢还挺难实现的，它设计灵感呢真的是来自于大自然，有些动物的羽毛啊，鱼身上的这种渐变色啊，包括天空晚霞这种渐变，说起来呢简单，但是真的是要在工程上实现是非常难的。那目前来说呢，比亚迪已经把他们这项技术申请了一个特别的专利，不光是方向盘上用了渐变色，你仔细观察你可以看到座椅的这个位置是不是也用了渐变色，包括手套箱这个也是从棕色到这种黑色慢慢的过渡，看起来非常好看。好，最后我再来给大家讲一下座椅，它和这个比亚迪其他的这个车型不太一样，它采用了这种一体式的悬空座椅，实际上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地方有一个也是一个小小的凸起镂空，它的这个造型呢是为了贴合头枕，贴合脑部，并且啊，你知道这个比亚迪它的这几款车的座椅的设计人机工程做的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是你一坐在这个里边，你就会发现，哎呀，就是它的软硬适中，然后而且它的这种包裹性都非常适合长途驾驶，特别的棒。好，讲完了前排，现在我们到后排去看一看。后排的座椅啊，舒适度是非常好的，无论是这个坐垫的软硬，还是这个后背腰托的这个它的支撑，包括你的头部都非常非常的舒服，很适合长途驾驶来乘坐。并且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座椅后排座椅是非常宽松的，平着坐三个人都不会觉得挤。另外，它的地板呢也是设计成全平的模样，所以中间这个人的坐姿呢应该也会非常的舒服。哎，另外我可以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后排这个门上的一个小小的这个设计的小玄机，你的手机呢就可以放在这里。和前排一样，它门上呢也是采用了这种像龙须似的这样的线条啊，增加了它的精致感。来，我们再来看看整个这个座椅。这个座椅呢采用的是这种四六放倒的形式，当它完全放平的时候呢，是整个和后排的后备箱空间呢是完全持平的，这样如果你长途驾驶你需要休息啊，或者有时候你真的是需要过夜啊看星空，它也是完全可以支撑的。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中间的部分呢设计的是扶手箱，那扶手箱呢也是设计的非常软，很符合中国人的这种使用的习惯。然后后排的采光其实也很好的，一个是它采用了一个超大的这个全景的天窗，你的当这个遮阳拉开的时候，它的这种光线进光度会非常好，并且呢它这个位置有一个小小的浮窗，它也可以来进光，所以坐在后排啊不会有任何压抑的感觉。好，我们现在再来最后看一看它的后备箱设计。来，我已经把后排座椅放倒了，这样我们可以从后备箱的位置来看一下它的储物空间。哎，从这个角度你可以看到它后排座椅包括那个位置都是可以完全放平的，这样如果你出去郊游啊，或者是想看星空啊，它都可以提供给你一个不错的舒服的待的地方。那另外它的空间这么大小，你就可以看出来放两个很大的这种托运的行李箱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并且呢这个他还很讲究的给你们配了这个隐私的这个遮阳帘儿。所以啊，宋 PLUS 这款车它的设计呢不仅是达到了这种很精致很优雅，然后非常注重细节，它在功能上呢也处处呢为你日常使用来着想，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作品。哎，今天到这里我们的节目呢就快要结束了。对，你可能还要说我们没有说动力系统啊，没有说操控，然后那个我们下一次录试的时候呢会跟大家来分享。不过我这手里啊有一些数据可以先告诉你，那我这款燃油版的宋 PLUS 它呢将搭载
比亚迪最新的一套的 1.5T 的发动机和新的整套动力系统，它的这个数值呢是136千瓦和288牛米。那另外 EV 版本呢可能会搭载一个135千瓦功率的一个电机，然后并且呢它的续航里程据说应该是能够达到505公里这个样子。那好，我和你啊一样期待这个能赶紧试驾到这两款车。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拜拜。